演出《朝鲜生存记》《Big Forest》等电视剧的韩国新人演员柳珠恩，29日经传自杀身亡。他的亲哥哥在 IG 上证实悲痛消息，而他也留下了遗书，表示对不起爸爸妈妈、哥哥及奶奶，但他已经没有生存下去的希望，只愿家人们能好好活下去，他会在一旁守护，希望大家不要哭。除了对家人表达了歉意之外，也坦言日子过得很辛苦，自己非常想演戏是他的一切，但真的很不容易，自己除了这也不想做别的，所以感到很绝望，领悟到虽然有想做的事情是一种祝福，但只想做这件事也是一种诅咒。最后他也感谢亲友对他的支持，是他很大的动力，他表示会看着大家，要大家别难过，他会带着这些记忆活到最后。